国小，你从几年级开始练那个足球？啊？几年级开始练足球？好像二年级吧。练到几年级？练到三年级，然后说转学，然后四年级又练一下。啊？三年级练到三年级，然后转学转到西岭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四年级的时候有那个周老师，所以那时候又练一下，练到五年级，后面就没练。四年级是在西岭练，对啊，他转来西岭。你是二年级跟三年级是在北埔国小练的。哦，那你足球强不强？还好。啊？还好。会想读那个美伦国中足球队吗？啊？会想读美伦国中的足球队吗？为什么不要？累。啊？累。以后要不要念大学？啊？以后要不要念大学？要。会，那会。那想念什么科系？不知道了。你功课好吗？啊？你功课好吗？还行。不想念足球？不会啊。会很累吗？不会，应该跑一跑步。那个运动对身体很好啊。我比较喜欢念篮球。你篮球好还是足球好？篮球吧。那还是要念那个什么？等一下，那个叫什么？哦，那个自强国中哦，花莲篮球最好的国中是哪几间学校？我当时 BB， 你当时 BB， 我 BB 叫我当时 BB， 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当时 BB， 我当时 BB 了，我上课我当时 BB， 我当时 BB 的课我当时 BB。他雅话妈妈怎么讲？我当时 BB。雅雅念一次。雅雅布布，雅雅买头，雅雅买头。你跟谁学的？还唱我当时 BB 歌。我又在这里吗？你会想念自强国中吗？篮球队？会吧。那我们读啊？自强太远。这前先读共同。自强没有很远。啊？他那个离火车站很近啊。你听我讲，那个很多念四维花农的，他们都是坐火车下车。他不会搭火车。不会搭火车。这边凤林站很近，有没有亲戚住花莲市的？还好。你篮球好不好？好。那就去念四强国中啊，去打篮球啊。这样去。啊？这样去。不要偷懒。等一下要抽烟喝酒吃槟榔啊。赵段强。嗯？为什么不采访赵真？他们昨天有拍。昨天就拍他们了。我昨天就来了。要你如果大学想念什么科系？你爸爸妈妈都泰鲁格族吗？还是会一半？一半。你爸阿美族吗？布农。啊，哪里的布农？妈妈。啊，妈妈。妈妈是什么乡的？什么村的？忘记了。知道是花莲的吗？好像不是。台东。高雄。我忘记他在哪里。是仁爱乡南投。哦，你妈妈是布农族啊？对啊。哦，要帮我妈妈住这边吗？帮我问妈妈是哪一乡哪一村的布农族。那你会不会讲布农族话？不会。妈妈有没有教你？没有。哦，那妈妈那个会不会讲布农族话？没听过。是怎么讲？怎么用？考这样考试啊？哦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？我第一次看到。因为。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。哦，身体。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？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，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语。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 ？QQ 啊，不给。QQ 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慢一点。QQ 啊，不不给。QQ 啊，不不给。QQ 啊，不不给。哎。哦，非常。抠鼻。啊，好嘞。
嘴巴的怎么嘴巴的怎么？嘴巴是这样，这样。然后有一次有时候这样，不要乱讲啊！再多一点，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。更灵活的吗？这样。对。哎呀，前戏舔 B 哈，舔那个 boogie， 那个舔 boogie 怎么讲 ？Nuts nuts to boogie 啊 ？Me nuts nuts to boogie。Me nuts nuts to boogie。哎。哦。好了啦，差不多了啦。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，再放在脸部上面。比脸部的考试这样。嗯。你怎么那么强？傻笑啦。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子，你应该是国宝级的。我刷牙都用舌头。没听过。妈妈、爸爸有没有活泼？有啊。没有，你们下帮我问他们说，可不可以去拍他们母语哈？啊？帮我问他们说，下次我们可不可以去拍他们母语？要好好念书。有啊。你之前在北埔国小的时候，足球强不强？还不错。还行吧。哦。喜欢篮球还是足球？篮球。篮球不是也很累？没有，很好玩。啊？很好玩。很好玩。那你篮球很强吗？还行。那就训练那个花岗国中或者是自强国中篮球队啊，花岗也不错啊。因为那个凤林万荣好像人比较少，没有那个球队那么大嘛。不穿。嗯。我篮球打娱乐的。他们南澳的很多打得很好，被挖到那个台北金华国中了。是他还打过。懂不懂？啊？我说南澳有很多打球国小成绩很好，被台北的金华国中挖走。下次。那个很难进去，那个要成绩很，那个篮球全国成绩很好才进得去，懂不懂？不是要不要进去哦，你要进要考得进去哦，因为很多人在竞争那个，那是好学校、哦。那你平常有没有在看书？上课吧。就这个活动中心上面、下面。上面。在上面哈、哦。几个兄弟姐妹？一个妹妹，一个弟弟。哦，等一下哦。要拆掉，那你开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那个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好，那个电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盗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哎，先生，你刚刚就这样，我不要你叫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。窃占公家的所有店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了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窃占。周雨翔，这是他。玉怎么写？周雨翔。哪个玉？体育的玉。玄呢？玄长的。那你叫周玉什么？杰。啊？杰。哪个杰？周杰伦的杰还是杰出的杰？杰出。是。老跟他怎么？什么？我跟他怎么讲？去掉人部的那个。去掉人部。哦，就是那个杰出的杰去掉人部啊。杰出的杰会不会写？是杰出的杰少一个人字旁吗？啊，这个叫做李长。那有没有德国的名字？英吉。啊？英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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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哦。那爸爸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爸爸的德国名字？我不知道。你是老大。哦。要去念大学哈。啊。要去读大学，懂不懂？对，有没有没有抽烟喝酒吃槟榔吧？有没有没有骑摩托车吧？没有。对。嗯、可以的话去读那个花岗国风或自强国中，他们有那个篮球队体育班还不错。学
的城市回忆，吵架烙在我心里。吴大师 BB， 哦对对，好听。他姓吴叫大师，啊吴大师，他的太太叫 BB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。什么？那个最强国中的体育老师不是德鲁古吗？有一个。大。那会被 B-box？ 不会，不会吧？啊？不会。还会啊？布农族很多会啊。会啊。会，你刚会跳舞的，你刚才扭来扭去是抖音哦，还是会唱歌？都会，烂。嗯？会唱歌。哦。哎，会。那个给我两个字英文单字，你会的随便，两个字英文单字。英文单字。英文单字。Apple。啊，好，苹果还有呢 ？Fuck 妈的。Mom。啊 ？Mom。什么意思？妈妈。哦 ，Mom 啊。语怎么讲？不知道。R A I N 怎么拼？啊。Run 啊 ，Run。Run 念错。对。啊，加一个叫跑步。跑步。跑步英文字怎么讲 ？R U N。Run。啊，很好。篮球怎么讲 ？Basketball。那个刚刚早上有一个是那个网球的哈。网球会不会讲？对 ，tennis 那是 ，tennis， 足球，你们以前足球怎么讲？杀什么？杀吗 ？S O C C E R。打唐老鸭那个，哎呀，好。一二三，哎呀，前镜头，哎呀，哎呀，几个数完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几个数完。哎呀吼哎呀吼哎呀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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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妈都阿美族吗？是哪一村的阿美？犄角村的阿美族。那你阿美族名字叫什么？我阿美族名字叫做法拉。法拉，法拉意思就是丢掉。全名什么吧？后面吧。全名叫做法拉哈路。那你那个国语名字叫什么？啊？国语名字叫什么？陈志邦。哪个志？志气的志吗？对。智慧的智。志气的志。邦呢？邦交国的邦。陈志邦。沙。听看看。沙普。给你吃。沙普。沙克。沙克。然后。啊，那你还在跟他玩哈？等一下再拍你们唱歌哈，你们两个等一下挑哦，对，等一下你们两个帮我合唱，我要改那个，等一下。造声。四段吧，然后有一段好像是介绍家里。这是国小还是国中的？国小。哦，国小放的。他有在学校表演过吗？没有。没有。这是国小的时候。对啊。有人教他还是自学？看网络上吧。嗯。也照昨天讲评一下他那个 B-box 的表演声，你觉得表演的怎么样？很烂。很烂，但是觉得乐句只有两个音。哦，只有两个音。那你有看过谁表演很好的？创家。谁？啊？嘎访问那个。他到底会不会？你们这个开玩笑。他超强。不表演是不会。他害羞。来。这个炮友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。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一下，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！哦，我是太巴郎的土生土长的金虫。
干爹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莫黑不不熟。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？马努卡达安熟。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？太阳跟努比比熟。这样，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应该知道啊，是你上的啊。什么事情嘛？那要问你啊，是什么事情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就是你上网的啊。上什么网？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说我烧垃圾啊。你烧垃圾，然后呢？是你上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女儿跟我讲的。你现在什么事情？我有影响到你吗？里面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你死了没有？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讲台语？那台语不是更毒吗？你去检举嘛。你要去检举啊！你都来这边拍了，你今天是来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？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？我没恐吓你，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。那你就回去了嘛。可是重点是，我烧的有比台里煮吗？我是问你。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？我问你嘛。我有烧塑胶吗？有可以烧，有没有烧衣服？那都是有毒物体啊！你那是木头吗？可是这里那个是我自己烧，我在我家烧，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、整个操场都是。从昨天我闻到现在，真的不舒服啊。从昨天吗？我昨天没有烧哎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？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？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。啊，对，是面。你现在来恐吓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你的？你强迫我做什么？我没强迫你啊。那请你回去嘛，离开嘛。你都已经破我了，你有什么不破才你的？我有指名道姓吗？是没有啊。我有拍门号吗？是没有啊。那你还不谢谢我啊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让我收罚单吗？你要收吗？那请你离开，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。什么叫灭火？那你就叫台你去灭火好不好？你先讲台，你再来。我现在打110报警。你打，对，你打，现在打，我等。